很好合作的机会。然后呢 ，Sammy 呢算是我合作的众多艺人里面呢是最大牌的一个。跟超级天空合作感觉真的不一样。那 Sammy 要不要台上可能知道就公开跟热狗要一下歌啊，让他没有办法拒绝。他在饶舌，我怎么唱？其实刚刚你打算来一首慢一点点的饶舌。可以啊，如果你想要走一些那种比较 hip hop rap 曲风，我可以帮你写好，那帮你念好，你就是可以模仿一下那样子。好的哦。所以呢，两位呢很期待将来在音乐上面有更多密切的合作跟火花产生喽。那今天呢，再一次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饶舌天王，谢谢热狗，耶，谢谢 Yo Man，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好的，当然呢，这个 Sammy， 我们今天这个等会儿呢，在联访过后还要准备跟歌迷来分享你这个新专辑里面的一些精彩好歌。所以呢，在现在我们让这个 Sammy 先来做一下我们的现场电子媒体联访，好，好不好？好的，谢谢 Sammy， 来。OK， 那我们这个麻烦大家呢再稍微等一下下，我们让这个 Sammy 呢先来完成一下我们的媒体联访。而且 Sammy 真的是太可爱了，今天也真的非常谢谢很多热情可爱的歌迷来这边呢帮这个。